大家好，我是北商会计系的陈振宇。Hello， 大家好，我是淡江会计系谢欣雅。Hi， 大家好，我是北大会计系的庄丽蓉。好取台政第一时间反应。觉得上榜放到感，但是我后来想说，哈，真的是我吗？然后我有资格吗？在台大快研放榜的时候，我醒来，然后就看到很多就是未接来电跟讯息，就有猜到说自己应该是上。打开手机就看到很多恭喜的啊，就学长姐啊、家人就很开心。其实我跟大家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好像都是被通知。滑到正十八的时候，发现我的名字不在上面。那时候其实很想要哭啦，就是觉得啊没救了。结果就是到正十九看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当下是想说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那我真的有正取吗？你是不是欠揍？然后后来发现自己正取之后，就觉得努力都值得。考研究所的动机啦啦，一开始是想说可以有更多时间准备会计师，就是未来职涯规划可以有更多机会。因为我想要就是考会计师，所以想让自己有多两年的时间作为缓冲，这样子不但可以就是顺利的拿到会计师的执照，然后又可以让自己的学历被洗得更漂亮。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考会计所的原因。我觉得报考研究所的动机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就是可不可以再往更高阶的工作走，可以再到研究所的话，其实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实习机会。我是比较想往这边走，所以我报考了研究所。准备报名补习班的时间点。我是大二下，因为那时候刚好有就是大二报名的话就送多益，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早报晚报都要报，然后就早一点报，然后还可以先上多益课程。好。是大一还没有拿到淡江学生证，我就先拿到北一的学生证，然后我的学号甚至比一些学长姐还要前面。我在一年级下学期就报名，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序号，序号比较前面可以选到自己比较想坐的位置之外，因为你不管什么时间报，你的钱都是一样嘛，没错，就是一样啦。觉得很划算。怎么会选择北一？我觉得北一的榜单很好看，而且我很多认识的学长姐，包含我直属都在北一。就是想要报补习班，应该很重要的就是榜单漂不漂亮。那80%的，就是研所快研所的榜单都是北一的。然后我姐那时候也是从淡江考到快研所，所以我就想说，北一一定有很好的资源才会加入北一。我们系上大部分的学长姐都在北一，试听一下北一这边的课程比较精实，讲义的编排方式也是自己比较能接受的，老师也会比较关心学生，比较不会有师生间有冷落的那种感觉在，所以我觉得北一是大的选择。最喜欢什么科目？城管，因为我觉得算城管的时候还蛮有成就感的。我比较喜欢城管，因为城管比较就是可以一直解一些比较不同类型的题目。这样解起来就会比较有趣，也比较不会。就是中快，因为我就是本身就是对会计比较兴趣。有什么话想对哪个老师说？我爱泽文老师，因为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上成绩，我就有点都听不太懂成绩在干嘛。然后泽文老师他就会把观念讲得很细，然后也会带很多的英文题目，让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可以快速解。就算是遇到复杂的题目，也可以用观念去推，就是解出正确的答案。林泉老师，因为我觉得林泉很关心我们，而且他还有特别就是帮我们研所班开自习室啊什么的，然后就很感动。每个老师我都有想要跟他们讲的话，一个是林正老师，林正老师就像爸爸一样，他总是蛮慈祥的。谢谢林正老师在上课给的那一些关于中快的架构，让我蛮受用。谢谢那个林泉老师，林泉老师虽然就是。对，就比较张牙舞爪一点。跟他聊天真的很舒压，那就算是在开玩笑，也都是一种类似心灵鸡汤吧。对我们考生来说，其实是蛮大的动力，就是准备这个考试的。谢谢我的审计老师林俊，就是授课方式跟他很喜欢在课上开玩笑，这些都可以调剂，就是我们当下压力大的心情。真的很谢谢北一的相关老师，成就我们考上研究所。最喜欢北一什么服务？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很多问题的人，然后我那时候每天就是读完一个章节或者什么，然后有问题我都会马上到驻点的地方问学长姐，然后我就觉得超方便的。每个班后面都配有助教，除了你可以在跟助教问有关专业的问题之外，在准备研究所的心路历程上，他们都很愿意跟你分享。助教也我们学生的帮助其实蛮大的。应该是线上课程，因为学校跟补习班有一点远，所以我当初就是配合学校的进度看补习班的课，这
样就可以让自己的基础搭得更稳，之后进班上课就不会这么吃力。而且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对学校远的同学来说是蛮好的。在准备考试过程中如何抒发压力？我自己是就是在吃饭或是睡前的时候会看一些比较好笑的影片啊之类的。不要说那么细吧，好污染我的伤。大家不看了，因为罗志祥。你能承受罗志祥的三十秒？要多时间可以跟自己的那一挂的战友啊多聊聊天啊，纾解一下压力。你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纾压方法，尽快的解决你身上的那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对考生来说，如果你可以一直定心的读书的话，你真的就先赢一半了。想对学弟妹说啥呀？我想跟他们说，无论你是从哪里开始，在什么学校，或是你的在校成绩如何，大家的起跑点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会因为你的努力造成结果有所不同，只要跟着老师的脚步，确实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结果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你们可以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彼此互相敦促打气。我觉得这对准备研究所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条件嘛，大家互相共同成长，就是一起考上，我觉得最美好。生活上有什么改变或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在准备研究所的后期有创立了一个群组，然后那个群组的名称叫做再不起床就罚钱，就是目的是为了要督促就是群组里面的人一起念书，一起早起念书。那也很开心我们最后群组里面的人都考上国立的研究所。基本上就是生活作息吧，应征课班之后整个生活都变得蛮知识化，生活也少了蛮多乐趣啦，因为基本上就是书本陪伴你，你陪伴书本。最大的改变呢，可能就是对于自己要求自己自律的能力上升蛮多的。准备研究所累不累？自己觉得还好，因为你在每一天练习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所以其实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不会觉得很疲劳或什么，你会觉得每天都在进步。累，每天都没睡饱，而且因为我以前是那种每天都要睡十个小时的那种，然后我考研究所的时候每天都只睡五六个小时，然后我觉得超累的。累爆啊，真的是累爆！我真的没有考过这么难的考试哎，就最累的事情，我觉得反而不是读书，而是你跟自己的那个心魔在争斗的时候，你要怎么战胜你的心魔？我觉得是准备研究所最难的事情。那相信能够战胜心魔的人，最后一定可以尝到甜美的果实。对，学弟妹加油！